主料面粉230克，辅料油30克，盐3克，酵母3克，鸡蛋1个，小苏打1克，水90克，花椒粉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原料混合除水以外的所有原料先拌成小块，再分次加水，和成柔软的面团，等待发酵。面团发至两倍大，面团揉匀排气，分成30克一个的剂子，改成小饼，放入华夫饼模具中，捞至金黄，把饼放凉后会更酥脆，感香酥脆的巴饼。烹饪技巧，如果你喜欢吃甜的，可以把盐和花椒粉换成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